要怎么 S 多？好，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因为这两天发现到有好几个人的 S 托的确做到了，但是是完全不好哎。来，首先把面板放在地上，再放在头部上。我做一次他们的 S 托错误的 S 托给大家看。这地上有沙尘哦。如果是错误的 S 托，他们是这样子。这样子 S 托，这叫 S 啊，没错啊。可是你看，这叫 S 吗？就好比如果我们擦桌子，是圈圈转圈圈转圈圈，很多人擦桌子都是转圈圈，可是你整桌还是都是脏污啊，不是吗？看到了吗？转圈圈转圈圈都没有把脏污带进来啊。然后再一次，大家的错误 S 是这样子， S 这是错的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哈，什么是正确的 S？ 好，再一次把英文字母对着自己，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些啊？有没有？再看这一条哦， S 这样子的 S 法哦，就可以干干净净把地上的脏污带进来了，都在这里，有没有？不是这种 S 哦，也不能画圈圈哦，安尼是不好的哦，要 S， 这种正确 S， 把垃圾带进来，会了吗？会了请加一。